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玩的这个小游戏啊，就叫做母女连心贴春联。嗯，那我们看到了，在后面的桌子上呢，有一条大红绸子。是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要把妈妈和女儿用这条大红绸子联系起来，然后呢，你们要和竞赛跑一样，一端松开大红绸子过来拿春联儿，再缠着跑回去给个母亲，母亲来贴。记得是缠着跑回去，是这样。啊，这样不是走回去，然后再送开，好不好？对。至于是什么方向，由你们母女俩定。然后我们关键就看的谁贴完了完整的春联，用时最少，谁就是最后的赢家。没错，我来计时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现在计时正式开始。赶快，绳子必须缠在身上。好，赶快，叶玲玲。对，叶玲玲。好，要等着妈妈，不着急，要等着妈妈拉直了。好，先贴的是横批，转回来，叶玲玲。好的。妈，走反了，走反了。先右边，何静啊。何静，叶玲。缠，快。哦，漂亮，叶玲。啊，何静贴反，小心小心。何静先右边，刚贴反的呀。没关系，右边是上联。转回来，转回来，转回来。好了。击掌。Yeah. 好，他们的成绩是41秒，我们看一看。41秒。好的。那我发现这一轮你现在两个女儿，你是打算你不上阵？对，我在旁边加油，她俩水平比我高。是吗？对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在旁边指导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加油。好。来，计时开始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快！好，好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，好运转起来，先贴上联。加油，非常好。哇，这个是教子高，就是教好教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加油，往后转，往后转，往后转。宝贝儿，你转的太早了，你要等着点。这里小点，慢点，小点，小点。在左手边贴下联，小点。回去，别动，别动。25秒，还有15秒。转转转转转，还要转。小点够得着吗？哎呦，看看我们小点个高。行了，太高了这个。行，可以了，行。回来，击掌，击掌，转回来，转回来。好。成绩是40秒28，所以略胜一筹。哇，太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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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所以这一轮的选取礼物呢，这个权利就由周艳红一家来选择。是，你们首先来选礼物，到底能不能选到一份好运呢？好，谁也不知道哈。好，两个箱子，黄色箱子、红色箱子，周艳红，你觉得哪个箱子里面可能会有大奖带给你？好，小枣跟月月，你俩都商量好了，他俩选红色的。你们俩。3、2、1，出来一只羊。我。一只羊。一个行李箱，一份大礼送给两位哦，漂亮。哇，谢谢。拖着行李箱可以去世界各地去旅行。拖着吧。哎呀，关键是啊，两个女儿想就一个行李箱，没问题，就两个谁拿，他俩可以共用，是吗？他们选了红色的，那个金色的就是你们的，是我们的，对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来来来，看看金色的箱子，看看什么，来，我们去看看，看看叶玲拿什么，对，开门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是什么？哇，喜欢这些，出来一个小帅哥，手捧一个小礼物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储藏盒，是不是？储藏盒，这是一个小玩具，小玩具。可以加压岁钱，可爱呀，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